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哥。待会要准备半夜1点半的这个世界大师赛，好，来看一下这个赛前都会准备一些什么工作。好，这个花生啊，这个水煮的花生呢，它比较不会这个和气啊上来。然后咖啡啊，那刚刚这个晚上已经喝了一杯咖啡了啊，然后还会准备什么？来，我这个百宝箱啊，还有这个。提神饮料啊，然后再就是找一下选手的基本资料啊，那待会是马里欧和华裔的奥地利籍的高手要对上这个卡奇，来自这个阿尔巴尼亚啊。那这是博斯啊，我们的直播间啊，直播间有5间啊，那有其他的项目啊，比如说羽球啦、网球啦，还有高尔夫啊，其他的主播啊，球评。那有时候大家上工的时间会不同。那这几年在博斯碰到的其他的项目的主播球评，其实都认识啊，因为在这个圈子30几年了哦。那其他的运动体育台的朋友或者是媒体朋友，他们也会来这边担任主播啊，其他运动项目主播。好，那有时候空档的时候稍微眯一下，或者是会看一下抖音啊，有时候也会看一下抖音啊，那或者是看一下 YouTube。哦，YouTube 都会看一些比较温馨的内容啊。好，那要眯一下，等一下准备这个1点半的比赛。那待会1点半完之后，马上接着是我们撞球王子柯宾对上 Mayboni 啊，8强8进4，希望秉义能够最后拿到冠军。